我叫任和清，一个土生土长的若尔盖人。90年呢，就从中学毕业当工人做了一年时间，然后回到村里面跟阿西荣乡去代课做了4年。我又跑去和我表哥学开车，2009年就一直在电视台，就一直做到2019年。辞职了过后呢，就开始走上这个摄影之路了。走上这个摄影之路的话，都是在我这个李华老师这个带领下，他姓刘，我就跟着他跑嘛，打起那个照相机，我还是手机，没得照相机。后头他又买了无人机拍出来，看到他的画面啊，简直太震撼了。没想到啊，我的那个家乡这么美，从那儿开始就到现在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爱上这个摄影了，就每一天起早贪黑的。他三月中旬样子就到若尔盖，我就不停地去拍他，每天都要拍。我今天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10天了，从5月28号就来了。这一窝黑金河呢，我已经关注了几年。6月3号下午7:30，他出壳了。他要出壳的时候，夫妻两个交换了位置，就该吃喝来孵的时候，雄鹤就慢悠悠地走到那个一个小山包包上，跳了一支舞，他就欢快地跳舞在那儿。哎，我就觉得肯定这个和我宝宝今天要出来。在7:30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一个蛋，就有一个指甲壳这么大一个洞出来了，因为里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在扭。很遗憾的就是啥子，那天天气不好，要到8点的时候就已经天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第二天早上我5点过，天没亮，我就来到这个地方，架好相机拍它。这个就是我拍到的这一窝黑金河第一个河宝宝出生。你看它全身的羽毛就是灰色的，刚刚出来，但是在几个小时过后呢，它那个羽毛就会变成金黄色的。它的妈妈呢就在它身边啊，一直照看到它在。这一窝黑金河呢，我一直跟踪了几年。为啥子要跟踪这个这一窝黑金河呢？因为说我们这个若尔盖啊，以前呢只有几只黑金河，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只黑金河。现在我们这个湿地呢，就是保护的很好，所以说有很多的珍贵的鸟到我们这儿来繁殖，包括什么斑头雁啊、灰雁啊、赤马鸭啊、凤头鼻涕啊，这些都在若尔盖，我们若尔盖湿地繁殖。从往年的几种到发展到现在的300种，这说明哈，这说明就是若尔盖这个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。你们家乡几口人？6口人噶？哎，有好多牛呢？有130多。哦，养殖有没有？养殖今年都没得。哦，牛现在价钱和以前比起来咋个样？现在价钱好得多了。现在好得多了，噶、老年人的意思就是，家里面的牛羊越多呢，就证明你这个家庭就是越富有。但现在年轻人呢，就通过读书，就见了很多世面，大家的征收呢渠道也比较多了，对这个环境保护意识也比较强。
我呢经常到那个我们说给那个华府里面去拍一些料，这儿就认识了一位朋友，他叫如科，他现在是生态观复员，他就以前他就是从事牧业的，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收复黑金河。这个华府里面那个黑金河下崽崽的有几个？这个一个有吗？我把华府把我这就在我把收了的，这就十二个。十二个。啊，对，那边我一个一个看到了就。嗯。我把这边就是这样子就过来就是。十二个。十二个。嗯。现在越来越多，没有其他的鸟也，其他鸟也越来越多，实际在这保护很好。你看嘛，这个就它，它就它门口来了。门口来了，这个就是它。它娃带性，它这个门口来了，你看嘛。它娃娃有几个？一个。只有一个啊。它一个，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带了一个，他我门口就他们打架。他们是很凶得很。他们两个凶。他们两个不敢，他来了。